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Kevin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汉文田半山一号一个二期的三房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位于汉文田半山一号是有自设商场的，咁卖嘢食嘢，基本生活所需都可以在个商场度提供。而今次介绍呢一个单位就是位于二期嚟嘅，实用面积1182尺，而呢一种户型咧喺半山一号嚟讲，只有22同埋25号先至有提供嘅，所以供应咧非常之罕有。一入门口，经过厨房之后咧，就到咗我哋长方形嘅客饭厅。客饭厅面积咧都相当阔落嘅，而客厅隔篱咧就系我哋嘅落地玻璃窗，推出去就系属于我哋单位嘅露台啦。依家我哋就系从自己嘅露台望到出去，主要就系望翻我哋乐园嘅泳池景。单位咧就系属于原装间隔三房一套，依家我哋就系先望一望主人房。主人房嘅面积咧都相当实用嘅，景观方面就系同客厅一样，系望翻自己内园嘅泳池景。主人房浴室保养得不错，是正实用。主人房浴室保留翻系用浴缸。第一间睡房咧就系成长方形嘅，面积都唔错。第二间客房咧面积相对上就系叫做最细噶啦。呢一间睡房景观系向东，主要望翻土瓜湾嘅远流景。下次同样都系整齐企理，保留翻系用浴缸。最后咧就睇埋我哋嘅厨房啦，厨房嘅位置就系一入门口嘅，佢咧就摆咗基本嘅煮食炉具同埋厨房电器。备餐空间相当充足。厨房里面呢就还有我们的工人房，订造了将工人房专用的床，工人有他自己休息的地方，还有他独立的洗手间。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